说了，尤其是前面几天啊，就是聊的观众还并我们有瑕疵。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，勇夺男子四乘100米接力混合泳金牌。拿到金牌后的队员孙佳静却吐槽奥运金牌有瑕疵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但是中国的跳水金牌全红婵却打脸阿静哥，指每个金牌都有这个小洞洞。